对不？哎，这我有经验，因为差不多四年前吼，2011年1月13、14、15，迄阵咱第一期开班，哦，迄天特别冷，6度啦，迄阵无被，拢迄阵有通知讲叫阮来家己扎睡袋来，嘿，好，迄个真正有寒，啊，迄个阮嘛是拢困通铺。啊，我知影讲恁各位困无好的原因，就是咱拢江苏人啦，我嘛是江苏人啦。迄天吼，阮一个爬起，拄啊高上大声，迄个咧困啦，第一名咧困啦，剩的拢又吵起来。哦，迄阵啊，讲到一个足歹听，无，所以我真体会当体会恁的辛苦吼。但是下暗恁就较好困啊，因为忝到就毋知影隔壁安怎讲，固在伊讲，你就安怎固在你困啊吼。大家辛苦啦吼，为了台湾吼。啊，若算讲为了台湾，咱小牺牲一下安尼吼。OK。那么拄啊，秘书长有讲吼。咱迄个好婆村，敢那咧甲咱笑笑讲，啊，恁遮拢皇民的后裔，诶，咱做皇民，毋是咱爱做的着。迄是大清恁因的祖先，会使讲袂方安安尼哦。建书人遐大个国家，建书一个迄阵所谓因拢笑讲小日本，小日本就要嫌少啊，作嫌的，吼、哦。啊，甲大清的北洋舰队安尼。无几点钟，甲拢甲拍败安尼。啊，你啊想，是安尼，恁家己建书，吼、哦，啊，佮教阮台湾朋友挂念好日本天皇的呢。阮阵无代无志，我怎变皇民呢？啊，恁咧笑阮笑阮呐？但伊拢无家己反省，讲因是甚物人？因是难民呢。咱皇民高高在上呢，因是迄个阿公啊，拍输走赢吼。走来到台湾做难民的，伊阁好意思笑咱皇民，袂见笑，哦，对不对？那么，今麦来讲着柯P，伊是安怎会赢25万票？爱感谢郝柏村，郝柏村是伊的祖孙原籍。郝柏村讲迄句皇民起名。和柯P加赢5万票。那么连前讲柯文哲混蛋有啊？啊，这样拿5万票，就10万啊。啊，过来罗斯雷，哎、欸，不是罗斯雷，阮这边拢叫崔高雷。这个差不多7万票，好、哦，伊咧拍什么 M149吧？拄啊，像迄回旋飞镖啊，要共车肯定阁飞倒转来，搞到家己啊。阁一个左转弯，叫做季子物，恁听有无？伫网络蔡正元的名，蔡正元，你若蔡个头甲摕掉，就是季。啊，子迄、那个蔡正迄个正，迄方个甲摕掉，叫做子。啊，元。迄个甲摕掉，就变雾。哦，即个话呐，即摆人咧甲郭兰伟嘛，已经连续超过5万票，已经成一成案吼。郭兰伟，兰伟就是讲，那毛长还有一个叫做兰伟炎有无？毛长炎迄个兰伟吼，郭兰伟，啊，拄个蓝色的立伟吼，种个啊号做郭兰伟有无？啊，迄个，即种啦，差不多7、8万票，所以加加落来就有啊，吼、哦。所以，人媒体咧访问柯P的时候，柯P有澄清讲，我郑重澄清咯、哦，蔡正元跟罗淑蕾，唔是阮这个阵营派过遐卧底的哦，我先讲好无，哦，你莫误会吼、哦。所以。连胜文时代吼，他较歹去请迄个蔡政元，迄上过人员的吼，竟然请伊咧做这个总干事。那么，是安怎全台湾
民进党连赢会赢遮济，即有一个超级助选人，就是啥？叫做马英九，嘿，对。啊，你也想，即、這个足够难玩，啊，足无知识个，竟然陆荣伊讲讲是陆阿健康个猫。全世界我毋捌看到即型个总统，遮无知识，连常识都无。迄讲咧，在台湾咧做中华民国流亡总统。哦，好佳哉，迄毋是咱台湾人，我真正见笑死。啊伊吼，伊无咧用脑咧治国嘛。伊即摆叫迄个姓毛个，迄个用毛咧治国有啊？毛治国有啊？哦，较有即款个人吼。啊，无要用头壳治国啦，甲咱台湾母家呢，即摆吼，即摆用毛咧治国，无对，毛治国，即摆行政院长叫做毛治国。啊，你甲想，即摆大家拢以消遣马英九，敢那一个作风神的运动哈、啊，像前几工阿基师哈、啊，阿基师，去用用这个伊周刊甲翕着相，讲伊会议迄、那个。超级粉丝，好吧？啊，即卖从别空个，啊，人开始等于找较早，结果找到啊，原来阿基师个遮衰，就是伊进前捌牵马英九握手过啦，那见牵伊握着拢出代志啊，好无？你像王建民握着牵伊握手了，迄个手歹，拢球拢牵袂好。啊，迄个啥物讲高尔夫球迄、那个，我咱个。唔是，但我真赢你，吼、哦，同款啊，咁啊酒了啊，就球拢讲袂好。啊，马英九去中南美嘛参加对一个国家的总统就职，迄堪希拉里啊酒希拉里酒断去，摔断去，好无？哦，这真正有动的吼，恁爱堪伊保持距离哦，吼，唔好压着。哎，我讲马英九吼，伊是咪足爱？带伊这个官员啊去视察，有一届第一个空军一号的直升机哈，啊带迄个江院长，啊甲带迄个白副总统，咱有一个总统，阮高雄拢甲讲伊姓白啦，嘿，有白十九啊，都有白十二啊，哈，啊佮白海豚会转弯有无？嘿，嘛伊讲的。啊！即马坐直升机伫空中吼，爱咧讲伊话了讲，我身躯一万块，我若来个包住一包弹落吼，啊人捡到迄个吼，一定足欢喜。白副总统讲，啊你遐讲，那我甲拆做两包，5000，5000，包住两包甲捡了，就两人捡了，两个人会欢喜嘛。我妈讲，啊恁在遐袂晓。那我分做十包，我个包1500，我个捡了，哦，给十个人捡到了，你十个人欢喜。结果嘞，飞联机个驾驶也过来过来讲，你呐无爱家己包做一包捡了，全台湾2300万人拢欢喜，对不？你若捡了吼，啊，你都遮无灵啊，敌国遮憨蛮吼，有点双掌哦，这我印象足深。我迄天我毋知发生啥代志，要暗啊！我油表拄啊，有人够大，我来加油。啥物离加油站差不多100公尺就塞车啦。我就到底发生啥物代志？我阵歪摆，我阵超车。我真正摆去到加油站里边呢，我惨啊！我为屏东要塞，迄个快速道路要去高雄市。才到迄阵，搁长热呢。我会记讲，那足热的时间，我唔敢开冷气啊，因为我惊无够油啊，我剩一撮啊尔，惊冻袂到高雄市啦。我要是搁高速公路搁塞车啦，哦，我迄个足切，我若伫屏东这边，我若加油加电，我就唔免烦恼啊。哦，所以迄个我印象足深，迄个敢那34.5度迄阵，好，翘谈讲到这，开始上课。来，咱先讲到这啦，哈。好，另外，伊甲咱讲，咱台湾退出联合国，
到底是谁人提出联合国较对？有的人讲中华民国，若讲中华民国，我那无准啦哈。爱讲蒋介石的代表被逐出联合国，啊，迄、那个 China， 无论你对一个去做中华民国，啊，中国的政府，哦，蒋介石政府，还是毛泽东政府，迄、那个 China 拢无拔掉，拢无换掉，只是迄个伊啊换人坐。蒋介石的代表赶出去，就派毛泽东的代表去坐迄条椅啊！哈，啊，你看，中华民国媒体，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伊就唔写中华民国，甲你写讲台湾退出联合国，对吧？这唔对的哈，因为台湾唔是国家，所以无可能加入联合国。就敢若讲，我潘良华，我从来唔捌行入去这个房间。啊！你讲看我，看到我位啊行出来，迄叫做啥？看到鬼。我从来毋捌行你迄房间，你讲会看我位啊行出来，啊，真正看到鬼哦，吼。Okay. 我过来另外，1979年，美国与台湾断交，这句嘛唔对，来改啥？台湾都毋是国家，要安怎跟美国建交？是。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了，歹的就拢用台湾，对吧？啊，那建交，我啊得用中华民国与某某国建交，安尼，好康的那好名声就用中华民国。啊，那断交呢？哦，台湾与甘比亚断交，吼，一定安尼。啊，即摆咱个手讲安尼了，即摆伊开始讲。我国与甘比亚断交，伊嘛改我国啊，这个我国就模糊啊，唔单是咧讲啥啊。后来讲中医，中医唔对啊，改啥？啊对，咱早期拢讲汉医，是这流亡的中华民国这难民来台湾了，开始甲你改中医。无你即马去日本，因日本自几啊百年前就拢嘛讲汉医，甲真难捌改过。啊，即嘛啦，即个国家啦换名吼，像大清换中华民国，啊，即嘛中华民国走来台湾，就加即中国的医书，啊，叫做中医。啊，那白日啦换一个国家的名，就像较早哦，吴王夫，迄、个越王勾践，啊，一个吴王有无？啊，那是吴国，啊，做变吴医，啊，无医啊。来，哦，雷公，我都讲到雷公都崩一下，吼，吼，才拄好哈。啊，雷公拢讲歹人，即句话伫台湾无合，啥物原因？雷公拢讲啥？雷公拢讲咱台湾人，啥物原因？那如何？单位讲，因遐中国难民伫眷村内底咧拍麻雀，咧包水饺，对无？你讲要他讲，伊讲会着？你讲建功，拢嘛讲着咱台湾人的农夫，对毋对？做田的，套红路啊，去巡山水有啊，所以拢讲台湾人啊。啊，你敢捌食着中国人来台湾种米互咱食，脑损的？拢嘛，咱的士大人种咧，互因食，吼，对无？好，来讲不要，吼，不要把无知当幸福。过来，一般人吼，就是讲像各位吼，啊，讲起来，原来乎你的亲戚朋友甲你招来，对无？啊！你啊，亲戚朋友，若甲你招，招会行，算恁幸福。啊嘛，算恁来遮以后，你若捌一寡代志吼，你个肩胛糖会变较重，因为你知影讲，恁负这个天命，你来替台湾拍拼。啊，若有个人你甲招，伊拢无反应。啊，我无咧插政治啦吼，我无党无台无派。这是较加情歌，真侪老师退休，啊，拢无要插政治，反正伊
每个月有月退啊，啥吼？遐退休的人员，啊，钱领的拢游山玩水、出国佚佗也有吼。但是，这款的人吼，把无知当幸福，伊唔知影连咪要变天啊！搞不好哪一天天光换机啊，伊也唔知。啊，然后人四万个换一块，嘛，无差伊较早来谈的吼。啊，就其实你若甲像迄个弄甲当作毋知有影，介幸福，无烦无恼嘛。反正伊无咧插政治，但是政治会来插你啊。吼、哦，我来讲一个故事，就讲有两个兄弟啊，吼，古早两个兄弟啊，拢咧抬猪啊。啊，抬二三十年啊，吼，这个兄哥有觉醒起来讲，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因过去呐，在遮有约束，迄阵无闹钟啦吼，都看上升迁，还佫升迁着爱叫弟弟，弟弟呐升迁嘛爱叫哥哥起来来做来抬猪。啊，即嘛哥哥开始食菜念经，干呐剩弟弟继续出去抬猪吼。啊，所以哥哥呐起床吼、哦，看弟弟咧困，着紧叫弟弟啊，你起来抬猪吼。啊，弟弟若醒就起来，啊，哥哥起来念经拜佛咯。结果两个年百岁年老拢死吼，哇！哥哥下地狱，阿姨咁阎罗王灰，嗯，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拢食菜念经呢，啊，你来甲我冲回来。阿姨阎罗王，啊，你着怀着好心做坏事啊，你透早去。你若先起床，你拢叫恁弟弟去抬猪啊！啊，人弟弟吼，拢叫你去念经拜佛啦，所以弟弟上天堂啊，啊你下地狱啊！啊，那叫做啥？怀着好心做坏事哈！啊，那亲戚朋友来给你招，叫你，好、哦、来这上课，来这加捌一挂代志有无？捌一挂真相。啊，然后另外其他亲戚朋友甲你动，哦，唔通唔，我台湾民间有迄诈骗集团呢，这款的人，伊就是怀着好心做坏事，哦，伊是惊你向台湾民间有甲你骗嘛，哦，这叫做怀着好心做坏事，哈、哦，伊本意无歹啦，哈、哦，拢惊你向骗你，但是伊一件代志唔对，就讲他从来没有来这边受训。伊无了解咱，是安怎甲咱判讲咱台湾民政是诈骗集团？凭啥物？伊若有来受训了，知影讲啊，遮真正咧骗啊，安尼去甲你动，安尼我无会讲。好 ，OK， 咱直接开班，八几班啊？吼，我来遮有那八几个，我差不多逐礼拜来。哦，好，哦，真侪人讲不碰政治，啊，来给高尚。啊！你无要插政治，但是政治是公共事务，这个政府会甲你管啊。哦，这个政府，你若讲像另外民进党啊，变来去做总统的是咱台湾人，足有幸福感的。你看迄个马英九这中国难民来做咱的，咧管咱台湾，做台湾的治理当局的这个头人，咱就管甲真正，大家安尼生活足歹过哈。再来，我来讲，为中国来拢唔是啥物好物件，都不是好东西。所以这东西是咧骂人的话语，吼、哦。你看，有些人咧小面讲，弄个骂讲，你算什么东西，对吧？咱唔捌听人讲，你算什么南北，唔捌听人咧讲吼。那么讲，你算什么东西？啊，这用安尼语言吼，就是一个原因，吼、哦。咱台湾有出产。金蕉甲山啊，吼，这拢足好食。啊，你若甲金蕉山啊，卖去西边的，这个福建漳州厦门有无？卖不到好价钱，安那？哎，讲迄个纬度，因遐嘛出产金蕉甲山啊，啊，因的生产的成本俗，佮在地现捞啊，青较新鲜。啊，你若为台湾，你着佮包装，佮用船啊运过，啊，去遐卖。啊，咱的成本高啊！
你搁照成本卖，比如咱的成本一斤爱二十块，你同款完啊，加运金啊，加运输的成本，伊也甲卖二五块，人就买那边啊，人伊那边，搞不好十五块，伊就卖较欢喜个呢，吼，伊就讲有赚，卖十五块有赚钱，啊，咱二五块，拄啊成本尔呢，吼，啊，你若讲要赚钱，二五块都无人买啊，你去卖三十块。更加无人买，你落下甲烂，烂就血本无归啊！但你若甲咱的金蕉甲山往北卖，来卖日本啊、东京，上少三倍价钱，一斤上少七十五、一百块台币安尼。同款日本的捧过来啊，拿来甲运来台湾卖，哦，嘛是会当卖三倍价钱，因为早期咱台湾无。寒台的水果，吼、哦，迄阵雷山还袂种苹果时，吼、哦，苹果来啊，咱台湾无。我迄阵要食苹果足困难的呢。我记我做囡仔第一下食苹果吼，是用灰去换来的。天哪！我做囡仔读小学，差不多二三年级，我是做迄落啦。我阵囡仔头王啦，带一群囡仔呢，七八个对伫我边啊，四界佚佗安尼。吼、哦，啊，后去河鱼啊、掠鱼啊、红鱼啊，啊去掠青蛙、放风吹，吼、哦，做啥物？迄阵头班人个鸟巴拉水果安尼，我迄阵出头啊，足济啊，歹带头对吧？啊，有一个耍到无通啊耍啊，啊看人伫个大池塘饲鱼啊，啊，伊顶原来有饲鸭，啊，一离足远哦，啊，我着无好耍啊无。迄溪埔的所在吼，介一头啊，往来无咱来看上较准的，咱牵着鸭，我徛头前就开始牵啊，后壁七八啊对着我后壁捡一头牵，啊有话袂晓牵哦，讲准十一头牵来讲，对我头壳准够牵落来，哦我只好一空多外空，哦花都一直装了，啊阵我穿迄款无中美合作的，美粉底下做的内衫啊内裤。迄阵，佫无连皮带都无啦。迄阵拢用丝仔绑裤带。我牵一个，我真正规个安尼头，规个阵拢乌暗面拢乌起来，啊，都出火青安尼，规个青，哦，规个天拢青安尼，我赶紧举落来。啊，花都一流啦，规个白衫拢红红。后壁煞两个煞开始哭哭。啊、我做老大个，歹势哭嘞，听好，那，嗯嘞，等较好个咯。前几下我看我衫拢红，我安尼惊嘞，我讲就赶紧走转去厝吼。啊，我妈妈就骑脚踏车载我去镇上，哦，火车站边啊，予医生顾，啊，就扎一个裤带，安尼裤安尼裤条，差者则无啥必胜啦吼。我妈妈对我呐唔甘吼，我顶下火车站遐如有卖水果，日本的进口苹果，买一粒给我，我嘛足欢喜。哦，变作胖个，迄阵阮装，阮去装哦，可能无人食过苹果啊。我迄粒苹果摕来哦，遐油装，大家拼。阮遐同学，阮遐大细汉，咱大家拢拼。哦，够胖啊，嘛唔甘食啦。我是安尼用火。换一条鹏哥哈，好，所以你看台北市迪化街，含这个高雄的三凤中街，因咧卖叫做啥南北货，无人咧卖东西货，卖东西货卖趁钱，哦，拢咧卖南北货。好，咱来看为中国来啥物东东，系哦，这寒流我上感受最深，因为我屏东遐吼日头特别大粒。足温暖的小物，哦，比如我做哩，我要来遮的时，我要穿白衬衫吼，不，就有够，免阁套外套。坐高铁坐来到差不多嘉义，吼、哦，来开始起冷啊，外套落来套，吼、哦。啊，所以我若来遮，若拄着寒流来，我足够感冒。昨暝我就感觉讲开始闹，开始冷眼有痰啊，我就知影讲我阁小可感着。所以我对这寒流吼，我真正足感冒的，因为我定来迄个感冒，哎，
啊，就是，搁讲个故事啦，就讲，咱台湾人吼，真可怜。本来咱是鱼米之乡呢吼，台湾，迄个一年出产三葵的物件，两葵的稻米，啊，寒天是杂粮，种大豆、玉米、番薯之类的，寒天种一寡较省水的物件。结果中国人来了，咱台湾人竟然无米好食。哦，我做囡仔食番薯食有够济，就搁食番薯签。啊，早期无啥物药啊，通控制土糖吼、哦，所以番薯拢要糖整个拢臭香的吼、哦，所以真侪拢食臭香的番薯吼。要食白米，我第一我做囡仔，安尼真罕的，就讲阮的阿姨，阮的。亲戚，阮妈妈因后头迄边有亲戚来相催，哦，迄阵较有通啊，讲有家抬家己饲的鸡啊鸭吼，啊，这个也是抬猪啊。啊，阮迄阵啊，我迄阵饭吼，若亲戚来吼，阮妈妈就拢会煮白米饭吼，啊，铺伫顶悬，下骹嘛是番薯签。啊！但阮遮最近拢嘛是四大人食了吼，遐亲戚食完了较晚，到阮了我，剩一寡掉伫边仔遐米粒仔尔。哦，阮干呐食迄米粒，也是饭片哦，嘛是食甲欢喜个。哦，迄几粒个饭干呐特别香。那么讲到猪，我迄阵拢伫家己厝边拢会有猪条、鸡条吼、鸭条。我若真正讲我要，我阵读初中若要炸便当。我透早起来，爱先去看阮的鸭条有啥鸭卵无，若有捡一粒去，阮妈妈煎做卵做便当炸。啊，若无就菜脯、豆脯安尼。啊，那猪啊，嘛是亲戚朋友来吼、哦。啊，若拄啊饲，迄阵饲猪头200公就顶台，差不多七个月，也是掠去卖。我迄阵有只要注册，爱靠台猪卖猪吼。啊，但是你看1949年吼。哦蒋介石为中国遐吼引进到尾200万只来互咱饲呢，啊饲到就高档啊，也袂太甜，哇！咱即马逐年嘛，逐个月嘛，不是拢还搁咧纳税金，交税金咧甲因饲啊，吼、哦，知影无？所以1949年开始，啊唔靠即个台湾猪的问题啊，中国猪咱甲饲到就高档也袂太甜。啊，咱家己饲的猪是200公就会杀安尼吼，啊，知影无？好，啊，过来。沙尘暴，这头十几年前才开始有。啊，这沙尘暴伊的原因是安怎？较早无，啊，十几年前才开始发生，就是中国这个天才毛泽东，哦，已经有够天的，伊迄阵为着。要超英赶美，有无？伫个人民公社拢设这个陀螺，讲要土法炼钢，有无？啊，伫砖头边啊啦，人民公社边啊，这树啊拢撮了了来做茶来咧行，要炼钢安尼。啊，这茶又撮了了，将来遐个根会烂，等烂了开始沙漠化。哦，啊，若寒天冻袂止，用开始。东北季风往咱这边吹，就加这沙尘暴引来到咱台湾，哈、哦，这是一个原因之一。这毛泽东嘛，佫做一件吼那真憨过的代志。因迄阵不是粮食签收，啊，这当然因为人民工作，你着呾，伊迄是大家做伙做，做伙食，你加做无加分互你食，所以真侪大家拢各自拢咧。偷鸡摸狗，浑水摸鱼，哈、哦！所以粮食一直减少，到尾也煞变成饥荒了，哈、哦！啊，但是拢共报，即个人民公社即个头人就拢报网上报讲，啊，都拢迄个，哪里成熟的时吼、哦，本来丰收拢要出家食了去，毛泽东就下令讲，好，大家人民公社分三班制，大家拢摕当顶生活，一班拢8点钟去外口。公路啊，官遐出家，我遐出家无得休，迄出家飞来这边工工，哦，啊，拢无通休，三工的出家无食，无通休困，
厝脚拢软脚，歇袂调，拢落落来，落落捡捡伊香蕉把食食掉。我过年愈食力，因为迄厝脚伊是敢若你稻米成熟弯落来迄阵，伊甲你食尔。安尼你若采收了煞无，伊要食啥？其实伊拢食昆虫，遐害虫，伊是遐昆虫的天敌呢。啊，你有着迄个敢若食迄几个啊？啊，都规个厝脚拢甲灭掉。隔年，即摆稻啊播落，发出来青青，哦，虫一堆，一直食，无厝脚来甲食虫，遐虫准甲稻苗都食了了去，连节税的机会都无啊，好无？所以发生大饥荒，你看怎样讲哦？迄阵毛泽东唔知生态这个生态链哈，啊，所以造成因为掠触礁掠了了，说无天敌在丢啊丢，比说拢减产哈。后来过来雾霾，啊，这个雾霾是这三四年哈，三五年才开始有的。啊，是啥物原因？就是中国跟咱早期哈，咱差不多三啊四五十年前台湾。中华民国公园叫咱来拼经济，拼经济，啊招外资来投资，啊无咧顾环保，反正伊因为这块地是伊的客居之地，敢那旅馆咧，大大伊就有机会就要落跑啊，哦，那外国有赚到钱，就要请美国护照，还是加拿大、澳洲的护照啊，哦，所以在咱的经营下。像咱早期台湾，像讲这个桃园地区，遮有一个 RCA 美国无线电公司吧，因就是生产一挂电子的零件，啊，电子零件要洗，比如讲电子的机棒，拢来用盐酸啊，迄个硫酸去滤，迄个加迄个铜片，啊，这出来这废水，哦，伊反正流出去外口河流，哦，因为加减人抗议啊，你迄、那个。重金属污染整个河岸，遐鱼也死了了。啊，即嘛伊伫厂区内底挖一个井，深井，啊用莫达甲倒灌。咱较早挖井是要抽地下水起来，啊伊毋是，伊是甲只废水用莫达甲强力甲灌入地下水个系统。啊，伫地下你毋知影看也无啊。但是当地居民啊抽地下水，啊迄阵自来水也无遐济吼，普及率无遐悬。一抽开只，真侪人就中毒，哦，慢性中毒，就产生癌症。同款，哦，咱啊，那个邓小平，1979年开始开放改革，开始引外资的时，嘛无顾虑因的环保，只要你肯来投资，啥物项目拢准你入来设厂，所以做滴化工化学的这物件的污染。在河川啊，啊，在空气中产生的这些毒气，这个造成这款雾霾。啊，这款雾霾你若输入肺部，掉入肺部吼，是无药啊，通个给你清除的，哦，不可逆转，哦。所以，这个后壁的一寡大公司本来派伫上海、北京遐个总经理吼，知影讲即马有雾霾，因为因即马为着 APEC 吼，伫北京要开，啊，迄阵。前两三天就拢差不多200公尺，就拢像迄大蒙雾安尼看无啊。但是共产党这个集权国家，讲起嘛有个好处，下令所有的工厂拢停工，袂使去生产，袂使去清烟出来。迄真正三五天后，乌龟北京的天空气足好个，所以人家合作讲，迄规个天空拢蓝色哦，人家合作 APEC 蓝。这就是集权国家靠我多安啦，叫你停工，拢搞停工啊！过来郑成功，伊成功，咱就失败了。我解释有各位知影。1624年，荷兰人来占领安平，哦，同迄个时间，荷兰人去占领美国的纽约曼哈顿，哦，甲曼哈顿遐开一个港口，叫做。新阿姆斯特丹，哈，因荷兰遐有一个新阿姆斯特丹港嘛，啊，迄个算新呢，所以甲号做新阿姆斯特丹。好，你来看，啊，300几年后，安平港呢，
咱的台南府呢，较早台南号称一府二鹿三艋舺，有无排第一名嘛？啊，即卖呢？即卖第一都台北都呢，第二都高雄都，第三都台中都，第四都台南都，才排第四个呢。连伫大台湾拼第一名都拼无啊！啊，即卖纽约人已经是全世界上大、上繁华、吼、哦、上高科技的这个大都市，吼、哦。所以迄阵你若个想讲，如果荷兰人卖要这个地形工，甲赶走，迄阵荷兰是世界海上强权国家、先进的国家，哦，引进真侪好的物件入来台湾。啊，咱若迄阵卖有地形工。都继续拢要荷兰人一直甲咱统治到今嘛，啊，咱绝对含荷，咱即马绝对着拢讲荷兰话嘛，啊，咱含荷兰人混血嘛，啊、你知影混血诶，查甫诶，缘投，查某诶水啊，啊，荷兰人佫高强大汉，对无？头毛红红，啊，鼻啊嘟嘟，目睭落落，啊，若即马想开放阿拉个来观光，即马大家来，你看咱台湾人拢爱小仔额头，哦，拢遮大长。头毛阁真侪拢金的，鼻啊阁嘟嘟，嗯，啊阁拢拉荷兰语，也袂晓讲北京语。这个不是我们，哦，咱伊就袂讲，伊是咱的祖国啊，啊嘛袂讲，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啦，对不对？所以，伊成功，咱失败，对不对？过来，哦，大清治台，咱我讲，有够，咱若含这個、那边的汉民众啦，有去交叉着，迄、那个时代就是上歹，哦，包括咱即嘛，咱若卖迄个中国人遮难民来甲咱管哦，咱早着含日本同款啦，含东京同款啦，因为咱迄阵台湾真正足水个，哦，迄阵呢日本时代空拍图，咱卖甲你讲哦。你看，这欧洲嘛，因为迄阵日本派来遮遐个拢少年的去欧美留学，当来遐建筑师，哦，遐个较有先进头脑的人咧管台湾，哦，真正五十年就予咱台湾脱胎换骨，哈。结果大清管212栋，讲一条路就无法度为家人做甲屏东，真正有够笨拙。啊，过来一个，就这两个时代，你若敢对比啦，含日本独大清的时阵，含日本对比，大清输点点嘛。佮即卖中华民国来伫台湾，来含即卖日本比嘛输点点无？你若有去过日本人，哦，你会讲吼，真正日本这个国家在足有规矩的吼，街道拢足清气吼，啊，因的科技哦嘛足发达的。建甲甲，迄阵美国无线电、哦 ICA 因个收音机、录音机，也是电子产品生产机，拢许日本个索尼、声波、三洋有无？国际牌只拍倒，连汽车，汽车本来是美国是汽车王国，嘛许Toyota、Honda 哦，啊马自达拢达 ，Toyota、马自达、Honda 拢许即三个单间就跌死啊！甲个底特律本来是啥物汽车城市，好无？嘛破产了吧？好，那么我是较爱用一句啦：中华民国害台湾啦！中华民国真的害台湾啦，哦，害咱足忝的。OK， 好，啊，咱拢深受其害吼，这两面阁讲啊吼，来，来讲，哇，这个草头啊吼，啊，老一辈我真早我要阁。二十几岁就听老爸讲，台湾甘愿伸着广岛长期迄两粒原子弹，嘛无一定伸着这粒臭石头啊！这粒遗害台湾百年，死遐久啊嘛也袂煞吼，佫袂见袂消，我叫咱来个叫阿公蒋公，哇！啊比因个孙中山较大吼，孙中山讲做国父，哦爱做公啊呢。好，咱来分听讲，像咱美国讲，哦，伊个国务卿鲍尔讲，台湾甲中华民国拢毋是国家，
啊，这是包括去阿公阿去北京访问的是十月二五，啊，记者咧甲问的是，讲啊，台湾甲中华民国到底啥物情形？伊讲，中华民国毋是国家，台湾嘛毋是国家，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啊，这是包括讲的。这个包括就较早波湾战争吼，第一次1990年迄阵波湾战争吼，伊拉可以侵占科威特，哈啊，英美联军甲趴倒转去，哈，迄阵是老布希啦，哈，啊，迄阵伊迄阵是算波湾战争的指挥官 ，OK， 啊，这台湾毋是国家，但是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内，哦，即我甲号即句境外的国内，就是美国人要来台湾，伊嘛爱摕美国护照，该怎样子办？哦，你来一般啦，国内，咱国内先比用平湖要飞。咱台湾本岛是毋是用身份证就会使坐飞机啊？毋免摕护照。但是台湾对美国来讲是境外，所以美国人要来台湾爱摕护照，毋是摕身份证。啊，但是台湾阁是属美国的国内，因为美国阁用着美国台湾关系法这个国内法来管台湾，所以我号做美国境外的国内。这是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目前委托台湾。关系法内底所讲的台湾治理当局代理当中，哈，好，啊，是毋是国家有伊个认定的标准？啊，咱来看，第一爱有领土，第二爱有人口，第三爱有政府，第四爱有外交权。好，啊，咱来看，咱只独派作来讲，咱台湾国，好好，总讲好，你台湾国来，咱来检讨恁台湾国，台湾国有领土无？还是即块领土？日本天皇的有人口无？拍者即马住伫台湾顶悬的人，拢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所以无台湾国的人。即马这个政府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毋是台湾人的，毋是台湾人去组成的政府。来，你讲外交权有二十三个小朋友的国家，我拢在作势，拢是啥物？乌拉圭、巴拉圭有无？迄种啥物外国鬼款的作势？后迄个密克罗尼西亚，好啦 ，micro， 无你看咱咧讲迷你的作势啊，哇！你讲迷你，前迄个迷你，啊，即卖咧手机有无？咧插卡，有迄个 micro， 像迄个机体，像迄咱咧买镜头镜架遐大片啊，俩，拢搞搞迄款用。其实拢是中华民国开钱去扛买，啊！这外交权拢嘛是，唔是你伫台湾国派人去扛伊签的啊？签建交公报，你甲迄建交公报摕来看，拢是中华民国外交部派人去扛遐小国家所签的。所以台湾国无这四样，所以台湾唔是国家嘛。好， okay， 好，来，有人讲啊，咱拢拜关公啦、妈祖，所以咱拢是中国人。啊，咱拢用汉字，所以咱拢中国人。好，如果这个逻辑来通，好安尼来，那信耶稣的拢是以色列人，还是美国人呀？啊，信释迦牟尼佛的，唔就拢印度人，伫台湾遮。所以这逻辑袂通，拢用汉字就汉，就中国人。即摆美国嘛，咩？日本嘛，还咧用汉字有啊？包括迄阵的韩国，因早期嘛就拢用汉字，哈、啊。当然，因尾后改字改做韩文，好。啊，你像韩国较早嘛是因的首都叫做汉城，哈、啊。当然，即马因改做首尔，哈、啊。OK， 所以这个逻辑袂通啊，哈、啊。你若用汉字，还是比如你若用英文的，唔就拢英国人，但是菲律宾嘛就拢用英语啊。但是伊都毋是英国人，吼，所以这逻辑拢袂通。Okay。 好，那么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未来要安怎？何去何从？好来，因为陆海空三军司令部将要裁撤，把它改做指挥部。即卖215,000的兵力，一直要精简到全部也剩到120,000人。好，所以你看即卖一直咧这边的时间愈来愈短，啊，开始大力要用募兵制，有无？啊，即马真侪营区也要派
保全部队去过门口徛卫兵哈，即马连徛卫兵都无够人哈。那么美国军事政府也入来台湾，甲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人吼，军公教人员甲撤退去金门马祖，啊是福建的平潭岛。啊，这个福建，这个长乐县的外海有一个大岛叫做平潭岛啊。啊，这个平潭，这个2011年11月30海峡号平潭港到台中港首航，为台中到平潭岛三点钟俩。那么去年的10月7日海峡号平潭到达巴港，达巴港就是巴里啦哈，金山巴里迄个巴里港首航，这个航程2.5点钟，这个较近。啊，因家己的迄个联合报哈讲啦哈，这个会当载760个旅客，啊，240架小车辆哈，轿车。因家己讲来讲，去年的运量会当达到180,000人次，而且佫讲台北港的运量，伊较慢开通，但是伊运量会比台中港较大。啥物原因？因为台北管区中国难民多较济，吼，所以要位啊，若要位啊撤退去，即摆一直咧。开始有人咧搬啊，要撤退去平潭。OK， 来，过来讲，是安怎美国讲台独代表战争？啊，咱拄啊秘书长也有提起。啊，咱来看，这就是2006年的5月，陈水扁要去访问中南美。好，那么迄阵阿扁也已经第二任就任，开始要行家己的路。开始要无要听美国的话，开始要行伊个台独的路线，哦，已经无连任的压力啊。美国这个副国务卿哈，前副国务卿佐利克，随起来甲制止打动啊。哦，伊说，伊讲哈，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伫美国的国会众议院的国际关系委员会美中关系听证会，明确表示，伊讲，给我清楚来讲。台湾独立就是战争，即作为副国务卿一级的美国主要官员，这样率直把台独和战争直接紧密挂钩，这是过去是足罕见的啊。安怎讲？伊佫讲，这是因为来，互我佫甲话讲较白咧，独立代表战争，即代表我美国爱出动陆海空军佮海军陆战队，要创啥？修建啊，出动部队海。这四大军种出动就是要烧电，无是要塞来遮交友啊、援助啊，这真严重啊！啊，这是2006年哈，阿扁啊要去中南美洲访问，迄阵第一任哈，2000年到2004年哦，美国发生9/11事件，迄阵阿扁啊跟小布希配合了袂歹。啊，所以小布希伫阿扁啊要去中南美访问的时候，就安排伊下顶飞机直接飞入去美国本土纽约，啊，伫饭店，吼，就顶外口阿扁啊，就顶互伊落车行来看欢迎遐台侨握手。但你会记李登辉1995年，哦，去1996年迄阵吼，去美国访问。迄阵伊咧讲两国论，美国足无欢喜，甲安排伊。迄阵原来李登辉要去中南美洲访问，过境可以安排可以飞去夏威夷迄个岛，毋是飞入去像阿扁啊直接飞入去美国本土。我做李登辉真无欢喜，所以迄阵个李杰明哦，去了无人机顶去，跟李登辉挨杀子的事，李登辉。我较早拢讲，你等于穿困衫困裤出来甲迎接，哦，这就是足无欢喜的意代表的意思，哦，代表伊咧阿辉咧抗议。但是尾仔阿辉咧家己出来讲，伊讲无啦，我是穿便服甲棉花，毋是穿西装甲伊见面安尼。那么讲讲阿扁啊，即届要去中南美访问的时，美国甲安排讲，啊，你飞人去飞去。迄个阿拉斯加迄个安哥拉治哈，伊啊
中继加油，以后你赶个皮皮错。好，阿拉斯加迄个冰天雪地哈，所以就是你无已经看小布希已经开始无咧听美国话，小布希就做这动作来给你间隔，阿妈叫佐利克给你间隔哈。所以迄个阿边个要个背倒转来时，美国嘛是阁继续甲安排，唔是你要本土。你个安排去叫原地航线，你个飞阿拉斯加这个安克拉兹，啊，变啊，起摩拜，不爱飞迄条线，所以台湾的媒体记者说，失去阿扁的行踪，啊，所以怎唔知道阿扁也要飞对，所以呢，报纸拢曝光迷航之旅有无？到底飞对唔知啊？我捌听过这個，看过这個新闻。这个尾啊，就飞去中东的利比亚，和伊戈达会，迄阵的总统吼，戈达会，啊伊戈达会派因囝出去甲迎接，吼，哦，伊个叫做迷航之旅，啊好。啊，现在美国讲台独代表战争，这就是讲，这块土地是因为我跟日本修建建赢了。日本无钱通啊赔我美国的损失啊，所以暂时甲台湾朋友，即块土地所有权证等抵押伫我美国手里。啊，你注意是，即个所有权证顶权的主人的名嘛，所有权人嘛是要日本天皇，无过户嘛。但是抵押伫我手里，哦，就是讲放弃地上管辖权，和我美国抵押伫我的手里。美国爱甲即块土地保护好。袂使许别人退去嘛，就敢若讲我这个手表啊，我若摕去当店当当三个月，啊，这当店你爱三个月，我这个中间你爱甲我顾好啊。三个月来，我若有钱，我摕来输回去的时，你莫讲，无啦，歹势吼，啊，我到许、那個、你的表已经许、那個、这个大尾罗马叫阿强啊，许、那個、唱呀。用台湾甲朋友已经许阿强啊占领去啊，袂使安尼。所以讲，像那台独代表真，因为1996年阿强啊，社会团伫咱感觉，给人讲话有无？唔免咱甲要求，美国克林顿总统都爱赶紧派两只航空母舰战斗群来过台湾，袂使让阿强啊退，有无？美国原来惊擦枪走火，是这个原因。美国是债权人，但伊债权人你爱甲台湾顾好吼、哦，所以台湾的国防的安全是美国爱负责。好，那么现在美国讲台湾袂使公道，这个奇怪咧。啊，恁美国号称自由民主的国家，恁家己咧选州长的时，地方咧选举，恁的选票顶完拢加足在这个公道的议题，吼、哦，包括讲。迄、那个同性恋结婚要不要合法化？哎，拢会使公道，啊你怎啊不爱玩公道？啊，这個、原因就讲，美国足惊咱啊边啊在办迄个什么所谓统独公投，还是改变台湾地位的公投？哦、咱来来甲2008甲2014年，刘梦中啊民国总统大选来做咧。2008年啊，中鼎独派兼统派卖人叫选。迄个咱输200万票，好无？2012年，换小英，独排小英，兼通排慢去去选，哦，迄阵气势偌好咧，哦无，三只小猪啊，哦，闹得滚滚，结果嘛是输80万票。啊，你若甲这两场拢甲当作统独公投，是毋是咱输？我、哦、这美国袂肯定咧。所以不要你办公道哈。过来，现在美国要爱咱党民警训练4000名的人员，加荷花差不多41万份台湾政务新闻奖。主要是讲，当时1945年10月25号，哦，盟军麦克阿瑟到会找一个一般民兵命令蒋介石部队来接管台湾。迄阵蒋介石。命令伊个陈仪哈，带1000名的这个人员来接管台湾。
啊，迄阵台湾人口才有600万，那么即摆咱台湾已经2300几万，哇，差不多四倍，所以用4000名，这是美国的算法。那么41万分呢，台湾政府想一想，就是要起码咱台湾人要有基本的有这个身份证，这人做基础的民意，啊，这人就是了解台湾民政府的法理论述，啊，这人会当像迄种族教官出去台湾安尼满世界。来这个宣传到民政府的这个法理论述，把台湾的国际地位讲得清楚，是这个原因。那么我过来讲一个马英九的故事了哈，无因为大家昨暝困无好，拢爱困爱困对吧哈？马英九的最爱拢是地哈，啊，即马改去一个养殖户的农场买遐，好大遐大。天光吼，起床了就，麦叫做要求讲，啊，请这个主人带参观这个伊个猪场吼，伊有饲猪啦，啊有饲狗啊、饲鸡啊、饲鸭啊呢。啊，即马咧安排访问的时吼，咧参观的时，啊麦叫做请啊主人你行头前吼，引导阮参观，啊主人也足客气啊。讲无总统哦，你总统你较大啦，你行头前。啊，总统讲无啦，你做头前啦。啊，迄主人总甲因讲，报告总统啊，啊，阮都管制今日精神的后壁吼，阮拢管只精神管管制拢，我爱今日精神后壁吼，你听听有啊？马、羊啊、狗啊，这拢精神啊，有无？精神你行头前，那不是啦。马总统，你行头前啦，啊，阮较管制，今日精神后壁，安尼，哦，好，啊，你嘛参观了，到中昼吼，啊，主人嘛办一道作体操，请马英九，啊，开家己吼，无注射、无抗生素的土鸡啊吼，请马英九，炖鸡啦，啊，只鸡炖甲都烂，啊，马英九就硬吼，硬到鸡脚，我中国人做。讲迄个好听话啦，讲假话啦，假卡就假卡，硬讲哦，这个凤爪好，凤爪，下一支带伊撇来，那么讲下一支讲要硬哦，主人食啦，用来好意的对啊，啊，这个凤爪好，主人就讲啊，不过总统，阮无咧食假卡，阮拢留狗仔食，听有啦，好 ，OK。好，笑笑安尼应该较袂爱困啊吼，好来。啊，只故事恁会用传互你亲戚朋友听啦哈。啊，来好来有啊，来就咧来吼，用讲的较精彩啦，嘿，较生动哈。来，咱来看下第三个议题：美军占领台湾的法律依据甲迹象哈。来，麦克阿瑟。一般命令，好，第一号，来，咱来看，这个是由美国的参谋联席会议哈所拟定后，在1945年8月17日，由迄当时的杜鲁门总统核准了，较授权予麦克阿瑟将军，在1945年9月7日，对日本，在迄个日本的东京湾哈，那个密苏里舰艇湾的受降日迄天来发布命令，蒋介石。代表民军接受在台日军来投降，加以缴械。吼，那么你看像，因来用命令蒋介石，再用命令，啊，这个位阶关呢？来，你看像，杜鲁门总统是所有的盟军最高统帅，啊，包括这个欧洲战区，包括亚洲战区，那亚洲战区会较搁分。麦克阿瑟将军是太平洋战区的统帅，那么蒋介石伊只是中国战区的统帅，所以这个一般命令一号当然是位阶是杜鲁门上官嘛，伊会当命令蒋介石代表盟军来台湾接受日军投降，甲缴械。啊，这是因为美国是日本台湾的征服者。依照权力分配盟军占领区，所以第二命令来嘛，写讲北纬38度
以北，就是北韩，包括中国的东北地区，其向苏联军远东军区的总司令来导航。你注意头前有挂一个苏联这个国家的名，但是火箭盖这位部分，就是北纬十六度以北北印度支那，就是北越，包括台湾跟澎湖，是命令蒋介石爱向蒋介石元帅投降。头前无挂国名，什么原因？因为迄阵的中国有四个政府，一个蒋介石赵惠弼伫重庆啊、哦，四川重庆的重庆政府；一个是毛泽东的延安政府；一个是南京的汪精卫政府；一个是满洲国，哦，这四个政府。所以，唔知要用啥物头衔，直接用点名，哦，所以无中华民国无点完蒋介石头前无用中华民国国名去。就是这个原因。再来，旧金山和平条约，啊，这个1952年4月28日生啊，伊伫前一年的9月7日伫旧金山签署，但是爱聊到过年4月28日才有生啊。伊的第二条美，啊，讲是日本放弃台湾甲澎湖，伊的管辖治理权呢，哈。第23条 A 确认美国对日本是主要占领全国这个身份，这个身份你要记好，咱的。咱是许美国打败，咱毋是许中华民国打败。中华民国，阮甲称作打败仗的战胜国，你听有无？因为咱日本正手牵中国小战，甲蒋介石拍到兵败如山倒，规个沿海新闻拢有咱的日本黄金占领，蒋介石都亡，赵惠弼伫四川的重庆雾都，哦，咱的。那个皇家的这个日本皇家空军被个轰炸，也甲拢大崩不，无多个轰炸。咱倒手伫太平洋跟美国打太平洋战争，结果咱许美国打败。啊，因为美国跟中华民国是同盟国，所以咱予美国打败了，日本打败，等于伊嘛讲伊赢嘞，中华民国嘛袂见着讲伊打赢，讲打。八年抗战胜利，规个国家一半向前面讲会点拍赢，我想无呢，吼、哦。所以，我甲何止打败仗的战胜国，吼、哦。拄啊像迄阵迄渔夫的漫画吼，2000年哇，连战跟陈水扁迄个辩论。好，辩论比赛哦。啊，迄、那个连战嘛，甲你号称讲伊辩赢，伊较够讲，叫伊有阵甲画漫画甲画，伫个擂台上咧拍木星，一个阿扁啊，一个连战有无？啊，连战迄种拍甲呢，出去也当个啊，拢流血流滴，啊，规拢乌青，面拢乌青哦。啊，但是阿扁也是足紧张个，阿扁也是拍赢，为看迄个形势，阿扁也拍啊，连战哦。就敢若讲，拢大傻拢拍输，啊，搁乌青安尼哦，啊，但是裁判家己啊，连战赢安尼。我迄个漫画看了是足爱笑，这做做成，嘿，蒋介石跟日本小战都明明都战输，啊，都但是裁判都甲判讲伊赢，吼、哦，就打败仗的战胜国。好 ，OK。那么对日合约的拟定，吼、哦，各有51个国家同盟国，他们在。我这个国家同盟国来协商，这是杜勒斯来主导甲分配。啊，这个杜勒斯是美国总统所聘任的特使，哦，协商特使。伊那足辛苦，伊爱含这51个国家的同盟国啊，作为协商，讲旧金山和平条约要哪写，要哪起草。哦、啊，这是真重要，就是讲是因为美国是主要战胜国，这个，哦，这个新闻伊才会当。安排人去跟其他的同盟国来协商啦。过来，台湾关系法，这是1979年4月7日才订立，但是追溯到1979年1月1号。1979年1月1号是发生什么代志？就是中华民国跟美国断交。啊，断交呢，
他都阿咱咧讲迄个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煞等在哩，因为迄阵是发布予蒋介石的吼，等于予中华民国意思。但是到尾啊，美国的参众伊发现咱的唔对吼，所以因一直到关于在定一个台湾关系哇，啊，但是到4月10号，他伫参众议院高票通过。通过观音追溯到1979年1月1号，啊，这是美国的国内法。美国参众议院咧定这个台湾关系法，无含咱台湾人参详，无招咱台湾人派代表去遐参伊开会去拟定台湾关系法无。因家己国内伫国内就定这个法。哦，这是美国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依靠这个权利，嘛靠这个义务来订立，来等于保护台湾，对吧？啊。咱毋捌听过讲有英国台湾关系法，还是法国台湾关系法，对无？所以，有只咱来看，就知影讲，美国什么都是他在做主动，伊个美国的命令，还是美国的意志，咱只被占领区的人都爱听，爱遵从。再来，咱来看1982年，美国雷根总统对台6项保证，啊，这是美国要跟阿强啊签1982年的8·17公报进程。迄阵住伫台湾，即个无论是中国人民还是咱台湾人，拢人心惶惶，有钱人拢卖地卖厝，哦，想办法脱产，赶紧换做黄金还是钱，要离开台湾。要去办移民，哈、哦！啊，这迄、那个张明，拄好作成1949年国共内战的尾声一战，美国发布一个美国对华白皮书，迄、那个一个发布了，拄好像个压倒最后骆驼的最后一根草稻草，发布了。这个蒋介石真的兵败如山倒，规个民心士气，啊、哦，这部队拢无战斗力啊，规个拢准崩了，吼、哦，所以一直败一直败，败到准落跑走来台湾，哈、哦。啊，所以即个发生即件代志，蒋经国伊知影讲代志大条，所以透过伊个外交系统去甲美国要求讲，啊，希望雷根总统你爱。新战谈话吼，来发表一挂声明，来予台湾人安大台湾人的心哈。所以雷根话呢，有阵有想讲这個问题呢真严重，所以伊阵来发表对台6项保证。啊，咱来看伊讲啥哈？第一，美国无意思要就对台湾的军售设下杂志的日期。第二，美国未就对台湾军售的议题事先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主商。啊！你只注意看，对台，这个台，不是台湾人的台哦，是台湾关系法内底所讲迄个台湾治理当局 （Taiwan Government Authority） 啊 ，TGA， 台湾 Government Authority， 台湾这个治理当局啊。过来，美国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之下来停止对台湾的军售。过来，美国未修改台湾关系法，啊，真侪人拢认为讲，哦，台湾关系法足好个，是咧保护台湾，其实不见得啦吼。咱秘书长有讲，咱爱等于到1952年4月2日迄个生效迄个旧金山和平条，因为这个台湾关系法，伊是保护住伫台湾即块土地人民，啊，这就拄啊。保护着中国人，遐难民。啊，你若旧金山和平条约，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所讲的是 the people of Taiwan， 本土台湾人，无保护着中国人。啊，所以这个咱爱了解这点吼。过来，美国无意思要扮演台海两岸的中介者吼。美国未施压迫，和台湾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展开谈判。啊，这谈判就是包括这个政治谈判。哈、哦，过来，美国无支持中华人民国，伊讲对台湾有主权这个主张，
这美国无承认、无支持，吼、哦。啊，这是雷根的六项保证。啊，是安怎？美国欠咱了。现在雷根总统都要甲咱保证，咱拢唔捌听到其他国家对台湾有任何保证承诺。咱若台湾无跟美国有密切相关的关系，还是法律上的关系，美国是安怎甲咱保证？啊，这就敢若讲男女朋友发展到相当的关系，论及婚嫁，好不？查甫若要甲女孩子求婚，是毋是爱甲保证讲啊？你嫁我，我绝对互你食好做轻客，好不？我每个月我50000块互你买化妆品，50000块互你买衫裤，安尼甲你保证。人毋较要嫁你，啊，表示你嘛有相当的关系。无人无代无志要甲你保证，哦，其他国家敢有咧甲咱保证？无嘛。所以咱跟美国绝对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哦，啊，过来你来看，美国核电的意义。是安怎？你若选到中华民国流亡的总统，拢爱接到美国的核电来甲你承认，那免接到法国、英国还是俄罗斯的核电。这原因就是，你即马我用一个公司哈，比如讲美国一个足大间的素食店的公司，总公司伫美国，那么伊来台湾开分公司，好，较早伊就用派，好，美国直接派一个总经理叫做蒋介石来替伊管台湾分公司，好吧？佮来派蒋经国做分公司的总经理。后来想讲，啊，恁台湾嘛爱互恁民主，互恁用选的。第一任民选的总经理叫做李登辉，第二任民选的总理叫那个总经理叫做陈水扁，那么即马一个叫做马英九，吼、哦。啊，你若想，恁若选到，我美国总公司的董事会。是不是要董事长，吼、哦，开会了，确实同意讲，这个来做咱的总台湾分公司的总经理 ，OK， 好，董事长发一个贺电，甲你承认讲，好、哦，你会当做台湾地理当局的局长，好、哦，安尼意思。啊、哦，所以这正如一般命令第一号，蒋介石一脉相承到今嘛，好、哦。啊，这你来看2007年。阿扁啊，当选，那阵发生319枪击案有无？迄阵枪击案发生，阿扁啊，随打电话连爽讲，啊，发生遮重大事件，咱是爱停止选举。但是迄阵连爽和加州的时候，因差不多到要60%的这个民意调查的支持率啊，伊讲啊，这小代志啊，无要紧啊，你甲着伤呢，也毋是拍，吼、哦，也毋是重伤，还会讲话咧。明仔载去选，阮就要做总统啊。我算了，无要紧。我算了，煞连上煞输26000几票块，哈、哦。啊，迄届就是好佳哉，有李登辉发动起来，228牵手护台湾有无？啊、哦，迄届有去牵手以后，我看卖者，你拢无去哦？哦，遮少人。好佳哉，李登辉有发动228牵手护台湾，好、哦、为家人安尼牵去到。屏東安尼，我嘛去参加。啊，结果阿扁赢偌济，换算趴线度，拄啊赢0.228。哦，这真正真巧合呢。敢那228只英灵有发动呢，有起来斗三工呢，吼，拄啊赢0.228。迄届差不多。一礼拜拢贺电拢无来，伊过去毋捌安尼。结果阿扁啊去看迄、那个，迄阵的美国在台协会的理事主席叫做一个查某的，迄个西班牙裔啊，查某啊，迄三三啊，差不多遮三啊吼。看伊交情袂歹，交讲，安奈贺电拢无来，啊，迄个真正去问白宫，白宫讲贺电准备好啊。你等恁中华民国中选会
把这个当前公告打给你。这个那样伊毛阿边个迄个外交系统内底嘛，甲一个那样，啊，知影这个消息啦，嘛是叫那样这边吼，去微博吼，迄个主任委黄时成去打迄个当前公告，所以蓝绿伫中前会安尼 QQ 六六吼，塞来塞去，啊，塞甲玻璃拢弄弄破个，但是黄时成甲迄个当前总书打起了吼。水后那也贴了，但是迄阵连拍的卡面啦，啪啪啪都翕到啊，把这个相片传登去美国白宫，所以贺电半点钟来睡觉，贺电一个搞这个那也应该你知影，美国头家已经承认，即马这个新的总理是陈水扁无唔对啊，已经甲承认啦，佮乱了也无效啦，啊，因为知影头家已经确认阿扁啊做后一任的新的总经理啊。所以乱不落来，所以开刀，包括中检会啊，都那样的溃散了，吼、哦，安定落来。哦，这安尼就知影讲，头家什么人？好、哦，好，过来咱来看，君主基地做对比。菲律宾有美国的克拉克空军基地，然后苏比克湾、哦、海军基地。再来，琉球加索纳空军基地、甲普天间基地，古巴有一个关达纳摩湾基地，再来咱台湾有一个清泉岗空军基地。啊，你甲注意看，这四个所在，拢是过去以后美国军事占领的所在，所设的军事基地。菲律宾、古巴，这是跟西班牙战争。菲律宾割让出来，古巴是西班牙放弃。再来琉球跟台湾也是，是美国跟日本修建，啊，放弃台湾，琉球托管，好吧，和美军托管。所以你安尼就知影讲，咱绝对就是迄个美国军事占领的所在无唔对，无咱无俄罗斯他们来台湾设基地，啊，也是其他法国、英国来台湾设基地拢无。独独干那美国，啊，所以这拢是美国的，因为战争的关系所占领的地区，哈。好，过来，咱依照国际战争法的规定，第一，军事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好，啊，这咱来以伊拉克做例，2003年，哈，伊美联军伫3月19日开始攻击伊拉克，啊，就是这个9/11事件了开始，美国。给西川后啊，开始发动战争，由这个迄阵的海山哦，和你那48小时，你48小时你爱离开伊拉克哦，啊无我就要发动宣战哦，开始战，结果海山无咧个信，所以是3月19日就开始攻击。那么这朝鲜战无偌久啦哈，都差不多2个月时间都。到5月7日就完成对伊拉克的军事攻击，而进入善意的占领区。啊，过来，联合国在2003年5月2日承认英美联军在伊拉克的临时管理当局。啊，这就是军事政务了哈，有这个权力来管伊拉克遐个经济甲治安。过来，差不多6年后。英军伫4月30日，好，伫2009年4月30日，英军将其撤军。美国伫2011年10月15日，美军将其撤军，敢若剩200几个人留伫伊拉克做军事顾问。好，咱来检讨看卖，发动遮大个战争，死几啊千个美军，哈，拢总开差不多6000亿个。美金嘛，哦，这是较差的这个效应，啊，你其他的无差，哇，拢超过6000亿，还佫乘以差不多30，差不多代表18000亿的代表，开遮侪钱，那也无法度把伊拉克佮并吞，变作美国第51州伊拉克州，爱撤军，啊，这是国际战争法有规定嘛，
君主占领不得移转主权，你袂使甲变做你的领土。吼、哦，啊，讲这个题目，国民党流亡的国民党政府，中华民国来台湾已经69年啊，那也无全世界拢要无找一个文件讲，台湾甲澎湖已经过户，还是割让给中华民国。无这个文件，所以全世界较大个国家拢无承认，讲台湾已经是中华民国的合法的领土，无这个文件，中华民国提袂出来，伊较客就提开罗宣言，开罗宣言无人签字，好吧？吼、哦，啊无就甲咱骗讲，是根据1952年4月28日伫台北签的这个。台北合约、哦、中日合约，啊，内底也无写到讲，内底有文字写讲，台湾朋友已经过户割让予中华民国，没有，无这个文件，无这个文字，吼、哦，啊，伊咧甲咱教，拢予咱看标题，哦，中日台北合约，但是伊内文拢无予咱看，迄是最近即几年啊，较网咱的一寡网友有法度。去美国那边摕到这个文英语的文件，甲翻译出来。无中华民国拢无好，咱知影旧金山合约内文，甲这个台北合约内文，哈、哦。所以依照国际战争法，哈、哦，你搁占较久拢无好，到尾你拢爱撤军。包括以色列去占加沙走廊，是吧？占38年。嘛是许个联合国家要求讲，你爱根据国际战争法，占领不得移转主权，你爱撤军。所以尾啊，这个以色列嘛为这个屯垦区拢撤退哈、哦。好来，过来第二项，咱来只学就是爱学这两个哈、哦。第一，君主占领不得移转主权，这两点你要记好清楚。第二个，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哈、哦。来，咱来看，咱以中华民国做例。中华民国，我来台湾已经69年了。用一个较简单的例啦，就敢若讲美国吼，伊有去接收一栋大楼，叫做台湾大楼。那么伊爱请一个管理员来替伊顾，来管理这栋大楼。啊，迄个警卫叫做蒋介石。中华民国蒋介石，那么国家老爸死，我因囝蒋介石阁继续顾，在楼下一楼大厅咧顾一栋大楼，即摆一直传到即摆69年啊，哦，即摆迄个大楼咧顾警卫室，迄个叫做马英九啊，啊，隔壁人讲伊做警卫做69年啊，讲栋大楼变因兜的，袂使嘛，安尼来听。大家都足清楚啊，所以伊流亡来到遮，那是伊敢若乞食啦，啊都无地好去啊。美国讲啊，无来来，你来遮做台湾大楼即个一楼即个管理室的即个管理员，甲收留的。哦，即马呢煞气牙牙讲，即马即栋大楼因倒的啊，变的，那有这可能？好，哎、欸，你若要。佮合法做中华民国，要佮予联合国其他会员国甲你承认，你爱创啥动作？你真正爱反攻大陆，甲毛泽东吼，因为政权拍败，你佮等于到南京，佮甲中华民国伫南京的总统府佮甲掀开，安尼你着爱等于到开点合法，你袂使走来，毋是你的国土的所在，台湾来遮就地合法，无可能。包括吐蕃，就是较早的。西藏达赖喇嘛率领伊一挂族人哈，流亡去印度的达兰萨拉。这个达兰萨拉是美国替伊向印度租的，大概16平方公里的这个土地呢。那么吐蕃的人伫印度，伊嘛爱选一个头人总理来管。流亡伫达兰扎拉这个人，
那么因迄选吐蕃的总理，刚好叫当地人、印度人，堪伊做伙选。无啊，是因家己流亡的人家己咧选呐、啊。啊，那么则奇怪，流亡的中华民国伫台湾咧选因的领导人，咱台湾人较早伊遐堪咧投票，啊，这就唔对嘛。安尼讲佫较清楚啦。日本时代，日本人咧管咱台湾人管足严的，哦啊，所以拢讲好，日本教真歹，但日本教的过激嘛。然后日本人迄种遣送转去，往中国来遮，哇，两个差天甲地。一流的国家甲咱管台湾，咱台湾管到足好。换三年的中华民国来管咱台湾，台湾人较知影讲啊，夭寿啊，较早。日本的警察作歹，哦，警察拢警察台人对无？做威严啊！因为日本警察差不多权力做大，大官，包括你囡仔哪里哭哦，你讲等下叫日本警察台人来，甲你修理。哎，囡仔都袂哭呢，你看迄威严有多大无？但是即卖警察，我讲日本时代咱拢讲警察台人对无？做威严呢？为这尊严作官，我换流亡的中华民国来了，哎，大人判伊从警察落一级啊，啊，过来愈做愈歹，变警察啦，啊，即嘛连警察都无，讲治无啊，哦，即嘛治无啊，佫无讲贼头，好无？即嘛拢讲啊贼头来啊，警察来拢啊贼头来啊，即嘛佫较加啥？合法派遣的流氓。不，那两个月前，信义计划区那边东区哇，这个 A 店的一个建材用拍去，啊，谢国珍哟，迄就是合法派遣的路嘛，伊在敲代志嘛。OK， 好，来讲到遐，来，头拄讲到讲，中华民国只是。代表美国来过台湾的这个管理员尔吼，一楼迄个管理员，袂听讲伊管六十到九栋，咱一栋大台湾一栋大拢变伊的，吼，无即款代志，吼。开始毋是讲到遐，头拄讲到对啊。赌博吼，我若睏无解好，吼，昨暝真正有够冷的，因为我屏东来吼，真正有冷。恁个真安尼头壳煞困无遐戆戆吼，好所以咱会当讲，流亡中华民国政府若要合法，伊真正爱皇宫大陆成功，搁去南京成立车轮机啦吼，安尼较有可能嘛。过来，咱来以法国做咧，法国同款啊。二次世界大战迄个德国规个法国占领，迄阵个戴高乐将军。带伊个一挂军工教人员流亡去英国个伦敦，有无？包括比利时嘛是比利时，吼、哦、，London， 法国的 France，London， 流亡拢一定是和伊头前是伊个国家人民个名，后壁接伊流亡去迄个国家个都市，袂使讲像中华民国来台湾，伊袂使写 Chinese 台湾哦，袂使写台湾。伊敢若会将台湾一个大都市，哦，所以叫做 Chinese Taipei。法国流亡去英国，你袂使讲 French England， 吼，袂使用英国。伊敢若英国内底一个大都市，哦，伦敦市，哦，所以 France London。同款，第二次世界大战，哦，韩国，哦，嘛有流亡政府流亡去中国的上海，就写 Korean。上海，吼，同款，敢来当用都市的名，袂使讲 Korea China 嘛，袂使，吼。好，美国军政府委托中华民国，啊，代表美国占领台湾，即个去年做，所以爱讲写六十九年。那么因为伫2006年十月二十四，咱比如你林志坚控美案的判决，所以对解除对台湾军事占领的日期不远。美军真正入来，
好啊，互咱台湾人自治，台湾人管台湾，互咱台湾一定突飞猛进的，以咱台湾人的头角，台湾人真正肯做，像迄戆牛安尼哦，一直拼一直做吼、哦。咱要进步吼、哦，咱若要做，一定做足紧的吼。那么美国军政府核发台湾身份证伊的法源相关，咱来了解一下。一张哈，真重要，才有做一个 class TW 分类了哈。你若经过合法的程序，有恁找着恁爸爸妈妈、阿公阿嬷，日本时代日本人所用毛笔写的遐、那个，哦，就我当有讲了，迄叫做乌迄款的，哦，毛笔写，毋是即马电脑拍字哦。啊，迄阵日本时代拢要阁用毛笔写，迄阵户口填本。啊，经过合法程序，你就会当摕到 TW 身份，代表讲你是本土正港本土台湾人。将来台湾若要你要做公告人员，你一定要有这个身份 TW 身份。啊，若中国人来，即难民来甲恁抢吼，咱往内顶发落去，但是伊毋是 TW 身份，因咱就是叫做 CE 啊 ，C 是 Chinese，E 就是 exile。就是流亡，因替就是变难民证。啊，所以将来台湾若咧选举，得要有 TW 身份这个人，靠资格去做候选，还是去投票。所以将来就无男女对抗啊，所有台湾的代志，台湾的前途要怎决定，拢 TW 身份的人咧决定。你要做公共教育人员，买 TW。这个新闻，所以中国人，伊袂当去参加投票，嘛袂当做候选人，嘛袂当去做公教人员。所以所有公务人员、甲老师，拢爱有本土台湾人这个 TW 的身份，才能去做。所以无男女对抗。所以阿伯以后阿伯讲，佮中国人用假咧甲咱教，咧甲咱放毒伫头壳内底，拢咱正港的台湾人。而且拄开始当然无法度一概转换。只要咱有训练好，头家拢训练好啊，就去接公，吼、哦，公务人员甲接来。咱的人员呐训练好，伊就甲换掉。你无这个身份，我有，你也落去。哦，所以以后就无男女对抗啊，哈、哦。所有代志拢正跟本土台湾来决定台湾的前途，哈、哦。好，这个我来注意。咱这个身份证，你注意看头前这个号码是。这个身份证号码是跟目前咱摕到中华民国迄个同款号码，但这个号码是美国，迄当时伊要发这个身份证是美国赋予这个号码，吼、哦，所以咱有着无缝接轨，咱同款接管美国的迄个号码，吼、哦。那么后壁，咱有一个美国军政府荷兰的这个号码，吼、哦，美国军事政府下面的台湾民政府，咱嘛有咱家己的类似密码，吼、哦。那么，伊发完哈，本卡合法依据如下哈，伊就得进来得掉下了。本卡合法的依据如下，按你这放大补补，我甲拍字放大，安尼大家来看较清楚。好，第一是依据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第四条、第二十三条，搁美国台湾关系法啊，搁来。美中三个公报，啊、哦，这个三个公报就是上海公报，啊、哦，建交公报，八一七公报，啊、哦，一个中国政策，跟美国宪法，跟美国军事政府管辖下台湾民政府参议院所通过发布的台湾公民权利法案，咱是依据这个法案才当来发这个身份证，咱不是无法院哦，咱。美国第一个行的条件，阮拄开始成立吼，就要求讲，咱来创这个台湾公民权利法，所以咱把这个草案送去予美国审核，哦，无几工就又退件，叫咱搁遮改遐改，哦，啊，咱改又搁个送，美国搁发言讲啊，搁有怎么说，一礼拜后搁又退件，搁改，啊，咱改个第三改送去，伊较准，啊，准了，咱个。民间会参议院都通过发布台湾公民权利法案，好，
啊，进来这一个真济人会提出来讲，你若像提申请，咱提红光，哎呦，现在美国从一个中国政策，啊，咱中华民国呢，啊，头壳歹哇，迄毒佫走出来，迄个病毒佫走出来，咱敢若像咱头壳敢若电脑迄个 CPU 迄个晶片，咱叫中华民国帮毒，不止即款毒素的会甲你压开。伊甲中华民国当作我国，对吧？吼，嗯，啊，太一个中国，啊，美国承认中华一个中国是承认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咱中华民国呢，哦，足起码把迄个有无？迄就是内底病毒清无出来。全世界联合国190几个国家，其中170几个国家拢承认，即马合法代表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啊！中华民国伫1949年就走路灭亡、流亡去啊！迄个中华民国都死去啊！啊，你还搁咧讲中华民国？吼！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台湾，台湾不是中华民国。你莫把台湾等于中华民国，拄啊像阿扁啊，还是小英同款，伊拢读法律的呢，啊，竟然甲台湾搞不清楚。把台湾和中华民国画上等号，哦，这是天大的错误，这害死咱台湾人，吼、哦。咱和中华民国，啊，会使讲中华民国，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抓头抓尾拢无伊个名，因为台湾偏哦，抓头抓尾有名多啊，日本天皇，马关条约，吼、哦，下关条约写甲清清楚楚，迄个了，将来无讲有对一个国际条约。文件讲，甲台湾已经阁半年处理好，啥物其他国家拢要无吼？所以阿强也好，也是中华民国，拢无台湾平和，伊拢抓头抓尾拢无名吼。好 ，OK。哎，台生我是到10点吗 ？OK， 好，阿哥找文件哈。哦，我来啉水茶哈。来，咱来看，这我2008年10月23，爬山，伫南台湾吼，满洲东平海岸所翕的。我无想讲这张，我今仔提到遮来出来讲。来，咱来看台湾有水无？啊，恁有爱台湾无？有吼。不过胡锦涛、江泽民、习近平嘛，足爱台湾的。台湾真的有水哈，人见人爱。哦，西班牙来嘛爱，可以占家人哦，北台湾。荷兰人来看台湾真好嘛，来占安平哦，台南地区。我郑成功来嘛占呢，我台清来也占呢，过来日本，啊，啊个中华民国，哦，来就拢唔走，就爱后壁遐人来个赶走安尼对吧？哦，人见人爱。所以台湾是一个水姑娘啊，人见人爱，可惜水人无水命，吼、哦，对不对？水的大家都争，拢咧争吼，啊争有诶食醋吼，都举刀啊小台哇。那么台湾真可惜，就是讲荷兰人来，把咱当作一个贸易的基地、赚钱的所在。就是讲荷兰人来遮种甘蔗做糖，啊来遮叫咱的平埔族还是高沙族的原住民去掠鹿啊，取鹿皮有无？好，荷兰人去卖，赚真侪钱。因为鹿皮早期无啥物好个御寒的装备，就是靠皮衫好无？鹿啊皮去做皮衫，还是做其他的工具，一当去卖较寒冷个所在赚钱。过来，郑成功来，咱变伊反清复明的复兴基地，对吧？咱去做伊基地。换台清来，嘛是同款。因讲三年关，两年满，哦，就是两年落地啊，满的捞钱的基地，拢无好啊！你治理台湾，来就一个咱要想办法贪污呢，要收红包呢。
啊，日本人来发现哦，台湾这个宝岛，哦，这种四季拢会当生产物件，全年套餐拢会当生产物件。啊，日本你若北海道一年收一届呢，所以日本欠粮食，所以伊拢无法度支持大型的战争，也是长期的战争。伊要烧钱，拢爱速战速决。摕到台湾了，伊才会当发动太平洋战争，因为台湾变作粮仓之地。哦，你知影讲，那发动战争，就是爱粮草哦，三军未动，粮草先行，有无？你若无物件通去食，食饼啊三工无食，就软脚免啊烧钱。好，不过咱的高山原住民足厉害哦，好佳在有。咱个高沙原住民参战，吼、哦，伫南太平迄种丛林个所在，对日本人、日本军来讲，因寒冷个所在带来较关键。去到热带吼，像讲去到新加坡、马来西亚，迄种作蛙超赤道啊，迄温度拢三十几度，你着规身躯伫日本吼。寒爱穿足济，来到热个所在哦，你身躯脱了了吼，就还搁咧流汗。啊，热带所在蚊虫搁特别济，所以日本军吼足济拢破病。吼，啊有时啊，因为较早迄个无线通讯也歹，有只过一座山，信号就袂通啊。含主力个部队，也是含迄个后勤补给个部队，那个失联。失联咩啊？无物件好食呢。迄阵咱台湾的高沙族真侪去遐咧支援，拄开始做军夫嘛。军夫就是到运送物资，到摕弹药，好吧？因毋是一线的作战人员，都要到1941年4月7日，正港的台湾军才会当上前线。但到尾啊嘛是，就是讲真侪日本军是许咱高沙甲救，因为高沙族因就敢若配一支因的。翻刀，啊，高沙族就是有一支翻刀，伊就有法度伫个山内维持伊个生活，因为伊知影讲，啥物款个植物会较根茎会当食，啥物植物个茎、迄个心啊、叶、叶块会当啥来煮来食，伊拢足了解，所以无牛市个时，拢是高沙去找遐个植物，啊去做陷阱掠野兽来食。掠山枪啦，啊，掠其他的动物来供应这日本军，含补给线失联这来甲饲，吼、哦。所以，你无有一个敢若叫做李，台东有一个李光辉，战后二十几年，吼、哦，较有发言，迄咱台东的高沙原住民，甲你一个人哦，敢若靠伊的当时的翻刀安尼。无后勤，无资源，家己一个人，安尼伫丛林内底活二十几年，吼、哦，这是无简单。但是一个来当啊台东哦，哇，伊算英雄人物啊，大家拢要请伊啊，逐工啉烧酒啊，我无几年就娶起。啊，讲到对啊，讲到日本人来吼。把咱变作南进啊、哦，太平洋的这个南进基地。好，日本去美国拍牌，换蒋介石来，哇，咱阁变反攻大陆复兴基地，有无？哇，四百年来拢咧做人的基地啦，有无？讲把咱骗，讲我们都回归祖国，啊，爱堪伊做为反攻大陆。他拄仔咧讲着讲。印迄落吐蕃的人伫印度咧选总理，印度人无堪伊夹咧选，啊因中华民国咧选因的流氓总统，啊咱台湾煞夹咧堪伊选，用一个较简单讲话就讲，因许多哦迄阵日本战败，换因来了，随发生二八事件，台湾人开始讲两句话出来，日本人吼遐严咧管哦，咧修理咱台湾人。咱就是讲，哦，迄日本警察来，闪着，
发生二八了，才知影讲哇，闪入换闪晒来呢。啊，狗会甲台湾顾甲足好势呢。我中国猪来啦，狗去猪来，猪来干来样食呢？你吞甲乱七八糟。你敢捌食着中国人生产的米？唔捌嘛吼。我头先唔爱讲，你讲建功拢讲台湾人，吼、哦啊。所以中国城，因算帝国，中国帝嘛吼。帝国咧选帝王，啊，咱日本教讲去看人咧选，安敢对？咱拢讲日本教嘛，咱员工即卖。好不尊公，咱是皇民，好吧？所以帝国咧选帝王，咱是不应该去堪伊选的，吼、哦。因为你堪伊选，而且投票率阁遮悬，哦，差不多七十，拢七十几趴呐。总统选举拢差不多七十几趴，啊，选的拢中国人赢，通牌马英九赢。伫美国个甲其他外国国家咧看，讲恁台湾人欢喜甘愿要选一个通牌中国人马英九来。做恁个伫中华民国台湾个总统，以后呐，万一邀请解放军入来，我美军找无理由来用美日安保条约来给甲阻止啊！因为恁台湾人民主个选择啊，所以美国无爱予你公道，无爱予你统独公道，就这原因嘛。你两届拢选输啊，吼、哦，两千零八年输两百万。两千十二年输八十万，所以无伊咧安尼个懂，所以咱来了解美国有画一个红线，你阿边也袂使甲打，你马英九嘛袂使甲打。当然你若马英九若做了上超过，美国会像菲律宾安尼，马克思总统当时就是贪污腐败做票，选去做票，所以菲律宾的遐抗议人士去甲包围伊个总统府马卡南宫。美国总统不，美国就甲这个马克思总统讲：“你向包围，你安真危险。你若阁留在遮，你会用拍死或者暴民、难民，迄落在政变的这些军官甲你拍死。你听我的，我用飞机甲恁某囝拢带走，转去夏威夷，对不？到尾伊十几年后伫夏威夷死嘛。同款啊，马英九上介绍美国嘛，派直升机一台去到拢掠起来。”把你再造，好，好，那么今天我时间到，多谢各位，谢谢，以后有机会再向各位报告。